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玩《去月球》这样游戏了。那我们又回到了约翰的童年的记忆。您上次是到足球这边，发现记忆怪怪的。哎，还是一样。一想起这个小空隙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，我就发自内心的渴望把它踢到外太空去。我想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传送信号和希望。真的吗？有动静了，快再传一次。医生，出问题了！什么？帮我拿着，他状况变得很不稳定，必须重新设定通风量。啊，居居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开始不稳定了，快走！什么？快从他这里出去，立刻！你在胡说些什么啊？如果系统不开会不稳定，震荡可能将里面所有人都永远毁掉。你一定在开玩笑，为什么你不走啊？我不能走，尼尔。如果现在一走了之，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被重置。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再来一次，趁约翰你还没……哦，你这个白痴，别跟我说这种屁话。现在不是拍电影，你也不是神英雄，你只是个蠢货。那你何必跟着放傻？快点滚出去啊！给我闭嘴！如果你走了，他们可能会把我跟阿里斯的分成一组的，你知道他有多难闻吗？比杜比的痛还恶心。该死，尼尔，这完全是入学考试时我帮你作弊的报应。医生。就目前而言，看我们俩就行了。第三幕最后一幕了吧？你猜怎么着？你的胡萝卜蛋糕遭到了。慢着。哦耶！而且上次大车跟他约翰圣诞晚会，你。哦。走吧，这种情形发生之前。走吧。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，故意那个叫你傻瓜，你懂的。你知道我会介意的，对吧？到了，哦，我真不敢相信这次也很起作用了，也就是我们做到了。但现在我可不确定我是否喜欢这个地方。为什么？这看起来非常宁静啊。尼尔，你有没有注意过之前约翰你房间有一些奇怪的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真的没看到吗？我想没有吧。我也没有，算了吧，但是我想错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会儿你快挂了，你知道吗？快走！出不去！哇，听起来真棒！我就知道是那么回事，总有一天你会带走他们，带他们走。什么意思啊？这边好像没有什么记忆连接。哈，那个球会自己动，他只要追他而已。真是的，重叠时间不受控制。重组。
多亏了这小家伙的牺牲，我想是的。呀、究竟是什么？天哪，这都几点了？我得先走了，今天早奥店会提早关门。好吧，路上小心，玛莎。替我向那群孩子问好。知道了，回头见。行了，我们走到路的尽头了。你不是说……算了，也许是我想错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地方过于平静了，存在在这段记忆唯一能做到的这样的东西就是……嘿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，现在就走。等等，这是怎么了？行行好，快点闭上嘴，跟我走。怎么了？然后被撞是不是？要被撞是不是？这太令人费解了。如果他是无意识的，我们怎么可能在他没死的情况下看到这些呢？不过他能活下来还真让人例外。事实上，他必须活着。我没听错吧？你在他房里没看到吗，尼尔？约翰，你睡在一张双层床上。乔伊。哦，乔伊，你听得见吗？乔伊，为什么要打乔伊吗？为什么要打他？乔伊，醒了，乔伊。哦，懂了。乔伊，难怪他妈妈叫约翰你乔伊，即使他们还很小。但失去一个双胞胎兄弟，更不用说他们母亲作何感受。至少约翰尼有贝塔阻滞剂来抹去记忆，眼前的一切跟他记忆中不太一样，只是很模糊的隔断，并没有抹去。也许他脑海深处有些记忆仍在徘徊。那他们母亲呢？我认为他要服下贝塔阻滞剂，他看起来有些精神失常。至少，我不认为他把乔伊当作约翰尼的昵称。如果他把约翰尼当作乔伊，约翰尼又该怎么办？我不喜欢这段记忆，我们继续往前看吧。这应该更过去了吧，老弟，应该好好看看这一系列。我说真的，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书，我一口气看了三本。什么名字？变身战士，
说的是几个小孩变成动物，然后人与控制人类精神的怪物作战的故事。可我不喜欢那些奇怪的外星生物。为什么？这实在很精彩啊！比起过着学校和家之间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，他们选择成大老虎去攻击那些坏掉外星人。他们喜欢嗷呜嗷呜的咆哮，然后再拿起激光器，激光器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。停，嘿嘿。乔治·宝约翰尼，终有一天我会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，我会写出最畅销的小说，而且每个小孩都能免费阅读。我会让我们都变成大富翁，然后让你和妈妈都住上大房子。如果你的书是免费的，你要靠什么来发家致富？只有小孩才是免费，当然必须给钱，这当然的嘛。啊，是啊，我相信大人们会激动万分地把钱收到你手中。什么？你要为那件事生气吗？别这样，我会堂堂正正赚回第一桶金的。你的奖金怎么样了？给别人了？给流浪汉了吗？听好，这不仅仅是那件事情而已。你知道妈妈以前都偏爱于你，不是这样的。还记得上个圣诞节吗？还有去年的复活节，以及我们去钓鱼那一次，还有……好了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你可以拿走我的小火车。真的，真的，我说，如果你说中了，他会再给我一样的，是吧？听着，约翰尼，咱们俩谁拥有什么有什么差别？我所用的一切也都是你的啊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一起玩那些玩具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嘛，所以才说你是我的双胞胎兄弟啊，伙计。你就像另一个我一样。行了，咱们去隔壁家捣乱吧。哎，等等，冒着雨吗？对极了，正在冒着雨干，来吧。变身战士。应该快要结束了。一场狂欢的嘉年华，对吧？要一起到桌上看吗？不如我试试看看，你待在原地。不如接下来一小时，我们都以提问的形式进行对话。别瞎扯了，快走吧！你真破坏气氛。幸福片不是水果？它是水果，它是脂肪植物，而且包着种子，这是水果啊。我们谁？我喜欢用它来做菜，行吧？知道吗？我真想从现在开始叫你宝贝，你就吹吧。
老板，没反应。三个，要打地主对不对？够。要打几个啊？这个地主长得不像地主哎。真不理解你，乔伊，你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东西的味道？那么那么酸，而且让人想吐。酸跟提比才是你要说的吧？你就试一下嘛。不要，我连一般橄榄都不想碰。你至少试一颗嘛，约翰尼。不是怎么知道？可以，不过只能在操场一英尺范围。真是感染。看起来完成了，只剩下连结而已。去哪啊？真是的，干嘛看到鬼啊？哇！月球吗？好吧，在他一条小径上漫步，然后发现一个很棒的地方，但实际上他也可能被一群老虎吃掉。老虎不肯成群出现，白痴！我只是打个比方，知道吗？当我是孩子的时候，我的爷爷每年带我去看星星，所以。当时我住的城外有座小山丘，我们每天都去那看看星星，直至破晓。
然后大部分的车祸都坚持下来，爷爷总是带望远镜给我。那是当然，尽管事实上我妈妈不喜欢我熬夜，我爷爷每次都告诉她我们是去露营，然后把望远镜都藏在车上，一切都很完美。但我早上回去的时候，我必须装出我真的好好睡觉的样子。总之，这就是我如何爱上咖啡的故事。你真是个烂人，我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很遗憾吧。所有这些回忆都将烟消云散，又有谁会再知道这些过往呢？正如你所说一样，只要珍惜当下，铭记此刻就好，不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有一群老虎的。李蛙，你好。等等，别走，我是约翰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占了我的位置，你的位置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想独占这来着。你愿意和我坐在一块吗？你是来看星星的吗？你也是。真是有缘啊。无数盏灯，我也是。你刚才说这是你的位置对吧？我只在狂欢节期间才来，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吗？我也不喜欢。你看，你到现在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学校里的人都因为他而取笑我。为什么？他们说我的名字，那我想去上厕所。好吧，不过这么说吧，总不见得比约翰还差吧。我的意思是，世界上那个地方几乎都有人叫约翰，真的是印度也有吗？很有可能。所以在学校的时候，约翰你才想要追丽娃吧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但是他因为吃了阻滞剂，忘记了以前这段记忆，是这样吗？因为一个大家都有名字又怎样呢？那样很乏味吧，我想。我是说，如果人人都有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就不介意，哪怕只有一次，我也想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名字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其实从这里看过去都差不多，但这不会减少他们的美丽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那么你认为那些星星是什么呢？我爸爸说他们是燃烧体内暖气的巨大球体。我打赌他是瞎编的。为什么他要骗我？因为你知道，大人就喜欢那么做，他们就喜欢胡编乱造，像是圣诞老人、复活节兔子、袋鼠之类的东西。你吃过用星星做复活节兔子吗？像在天上找星座那样吗？我找过其他的，但没试过兔子。想不想试试？我们一定找到最棒的兔子星座。那就比一比谁先找到吧。行，我数三下，咱们就开始。3、2、1，我找到了。
在哪？在天上。可是在天上的哪？大胆想想。比其他的都大。哪里呀？我找不着。等等，等一等，我看到了。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？在那里，对吗？那是两只耳朵和头。还有呢？还有那里，那是两只脚。最急的，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月亮。月亮，它是它圆滚滚的肚子。哦，我懂了。丽瓜这边一直问他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跟在之后约翰你老的时候，丽瓜问他的话一模一样。但是约翰吃了主食剂的关系，忘记了这些东西。我是指那些星星。我从没告诉任何人，但是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个灯塔，成千上万的灯塔，闪耀着另一世界尽头。那已经充满活力，热闹喧哗。不是这样的。他们看到每座灯塔，他们想彼此交流谈天，可他们无能为力。他们天各一方，遥遥相对，因此无法听清对方的呼唤。他们所能做的，唯有努力地绽放光芒。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，让那光芒照耀其他灯塔，也照耀着我。为什么是你？因为总有一天，我也会成为他们的朋友。那个包里面是什么？哦，是我打地鼠得到的奖品。你玩过打地鼠吗？我试过，可我实在太笨手笨脚了。你得了什么？我得到了一个东西，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。不会是兔子吧？原来是你，鸭嘴兽。我能看看吗？他长得可真奇怪，真希望我能自己引一个回来。约翰尼，哎呀，我妈妈叫我了。这个，收下它吧，它是你的了。那为什么丽瓜会不知道高中时的约翰尼？哦，因为长得不太一样，是不是？因为太久了，是这样吗？哦，约翰完全忘记这段过去。明年还会再来这里吗？当然，你呢？会的。老地点，老时间。那如果你忘记或者走丢了呢？那么我会总会在月亮上相遇的，傻瓜。就在小肚子的肚子那里。约翰尼，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。那是什么？原来如此。万一他们迷路了呢？等等，那不是意味着？别告诉你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，这么明显。我以为这是鼓舞人性的童话故事，我早就知道这一切会被某个女孩毁掉。我想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将她送往月球了。等一下，你该不会真想这么做吧？你不会吧？这是我们的工作，尼尔。这是合约赋予我们的义务。该死，伊娃，等等。啊，伊娃。他是不是想要回到明年的时候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哎，
好啦，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啊。在我们这一集呢，知道大完全的事实的真相了。那忠实的观众应该知道前后呼应，对。但是我知道这款游戏非常少人看，我有点难过。但是这款游戏真的还蛮棒的，对。就是到这一集，你就会有一种，鸡皮疙瘩的感觉全部都出来。好啦，那谢谢大家这一集收看。欢迎到左下角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左下角的红色小方按个订阅，旁边的小铃铛记得打开，然后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那喜欢这款游戏可以就是按着喜欢啦。谢谢大家这一集收看的，谢谢，拜拜。